这是一段现实场景的录音，虽然没有画面，但是闭上眼睛，仅凭耳朵聆听，你就仿佛置身现场。飞驰的摩托车，轰鸣的飞机，好像真的就在你身后和头顶掠过。双扬声器是如何让你听到立体的声音的？现在的手机双扬声器表现又如何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。不客观真题，这期咱们聊点硬的。想要知道双扬声器如何发出立体的声音，首先要知道耳朵是如何感受到声音的立体的。这是我们的耳朵，由耳廓、耳道、耳鼓膜、听小骨、耳蜗和听觉神经组成，而我们听到声音的过程就是这样的，一部分声音直接进入耳道，而另一部分经过耳廓反射进入耳道，进入耳道的声音带动鼓膜振动，振动通过听小骨放大传入耳蜗，耳蜗内的毛细胞把振动转化为电信号传入听觉神经，然后你就听到了声音。分辨声音的立体就在于我们拥有两个耳朵，不同位置的音源和两耳的距离不同，距离音源更远的一侧听到的声音会慢上一些。根据三角定位法，距离越远时间差越大，大脑一通计算之后我们就判断出了位置，这就是 ITD 耳间时间差。当音源处于两耳的连线上时，低频声波的时间差最大可达到 0.6 毫秒，而人耳可以分辨的最小时间差为 0.01 毫秒。但是过小的时间差不足以分辨方位，在中高频声音的频率更快，时间差更小，当频率达到5000赫兹时，两耳连线上的时间差只有 0.025 毫秒，这个时候就需要 IID 听觉强度差来辅助分辨位置。更高频的声波波长短，绕射的能力更差，由于头颅的反射和遮蔽的作用，导致双耳感知到的声音强度是不同的。当音源处于两耳的连线上时，4000赫兹的强度差为20分贝，10000赫兹时强度差可达到35分贝。时间差和强度差也统称为双耳效应。低于800赫兹频率的声音主要通过时间差来判断位置，高于1600赫兹主要通过强度差来判断。在800和1600赫兹之间，两种机制同时起到作用，比如这一段摩托开过的声音。由于多普勒效应，靠近时频率变高，声音尖细，远离时频率变低，声音低沉，两种机制同时起到作用。但是上面说的双耳效应只能够判断水平方位，那高度和前后呢？理论上，在两耳中轴线或者两耳连线的锥体面上，音源的高低和前后只有含糊的定位信息。比如你正前方的上下45度的音源，时间差和强度差是基本一致的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外耳参与定位。由于耳廓的存在，大于5000赫兹的声波经过耳廓的反射，就会和原本的声音叠加形成波峰滤波。简单来说，不同高度的声音经过耳廓的反射，出现了不同的频谱特征，这种特征给予了大脑判断垂直方位的能力，这就是耳廓效应。只有大于5000赫兹时的声音可以提供有效的频谱特征，因此高频听力下降的人群判断前后和垂直音源的能力有明显的衰退。但是现实环境下，声音的组成非常复杂，负责定位和中枢神经会结合双耳和耳廓效应，给予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判断权重，并不完全依靠某一种机制。同时在判断音源方向时，头部会不自觉地转动来辅助你的判断。除此之外，耳朵还有很多有趣的功能啊，比如鸡尾酒效应、头颅效应等等等等，有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搜一下。双耳效应和耳廓效应的发现为之后的音频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方向，那就是立体声。聊了半天终于进入正题了，但是之前的效应针对的都是单一的音源，而双扬声器有两个音源，相对于你的位置它也是固定的。如何让你只感受到一个声音？还有就是你怎么判断出来我在你的左边呢？这就要提到立体声系统的基础哈斯效应和德波埃效应，对应的原理就是时间差和强度差。但是两个扬声器毕竟是两个音源，即便左右两侧有足够的时间差，但是先发声的音源到达两耳的时间差并不大，也就是说你只能感受到声音在两个扬声器之间移动，声场十分有限。隆重介绍劳氏效应，这是一种立体声范围的心理声学效应，利用相反的声波叠加在直达的信号上，从而拓宽了声场，和主动降噪有些相同。简单说，相同的一段音乐从右边扬声器发出，但是左边的扬声器同时发出一段和右边扬声器相反的声波，从而延迟了右边的音乐到达左耳的时间和强度，从而形成了更大更立体的声场。利用这个效应，双扬声器甚至可以实现全方位环绕的效果，实际感受大概是这样的。
如果你的手机立体声效果并不出色，你还可以使用耳机感受一下更加具体的区别。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可以利用双扬声器听声辨位吃到鸡，也可以感受到电影里宏大的爆炸场景了。那现在主流旗舰的双扬声器手机立体声表现到底如何，我们实际对比一下。当然必须提前说明，与录制设备和你播放设备的区别，视频演示和实际体验一定会有一些差异，建议你去线下实际体验。顺便问一下大家，你用了什么手机来看本期视频呢？八台手机我们测试完毕，实际结果上 iPhone 表现最佳。由于劳氏效应，立体声可以超出扬声器的位置，感受到更大的声场。小米其次，感受不到更大的声场，但完全对称的双扬声器也可以实现更加均衡的效果。如果像听筒式的扬声器，左右的音量直接不均，体验上肯定会大打折扣。更好的音质也是双扬声器另外一个重点，因为扬声器不光要听声辨位，好的音质也是好的扬声器应有的感受。这些机器表现怎么样？我们实测便知。一段音乐听完，你觉得谁最好呢？可以打在公屏上。当然还是要说，由于录音和播放设备的不同，音质的区别也会有所不同，不完全代表实际体验。而我们的主观感受上，注意是主观啊， iPhone 依然最强，无论是声场还是整体的音质表现，虽然说没有全对称，但也足以摘得桂冠。而小米、三星的表现也非常出色，成为这一次我们主观体验的第二阵营。如果你想体验更加具体的效果，可以在我们的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立体声这三个字，下载火柴人和头文字 D 的音频文件实际感受一下。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，如果长时间佩戴耳机，或者音量过大，或者在音量比较高的场景下长时间待着，比如说酒吧，会对毛细胞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，导致听力受损，不仅影响听声辨位吃到鸡啊，还会让你永久的听不到某些频段的声音。调低音量，保护耳朵，从现在做起。 OK，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 B 站、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都搜索小白测评就可以了。尤其是我们的公众号，我们的数据库商城都在里边，赶紧扫码关注。不客观人体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